像灯，奇怪，我根本叫不出来。爽妹坚持说这里的灯泡会闪，我看她只是害怕回去碰到太后而已。你自个儿不关心自个儿，但是胎儿的健康能冒险吗？该做什么难道都还不清楚吗？我做什么决定？她现在刚怀孕，你才是第一线主治医师的。这重点是我们现在要怎么让她知道这个消息？实话实说。你们在说谁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天堂的微笑。